老师，有个形迹可疑的人接近旅店了，学生先去指挥，就不陪你了。嗯。何文清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有意思，去，你跟上去，观察他一下。文清哥，秋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刚去寺院烧香，正准备回家呢。哦，哎，今天大老徐怎么没陪你一起来啊？他？嗯。哎呀，那家伙去哪儿鬼混，我哪搞得清楚？文清哥，嗯，杨部长在楼上喝茶呢，走吧。老师，哟，这么巧在这儿碰上你。文清啊，哎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文清啊，嗯，今天为师叫你上来，是想让你看一出好戏。哦，这儿有什么好戏可看？你看见没有啊？对面那个小旅店，船长要来这里，马上就要落网了。哦。哦。船长落网可真是天大的好消息，老师能让我一饱眼福，实在让学生受宠若惊啊。老师啊，嗯，城郊电厂那边快没有煤了，我得赶去处理一下。这煤不煤的都是小事，但今天这出好戏你必须要坚持看完。哦，那好，既然老师这么热情，那我就干脆安心在这陪您看戏好thank you。
怎么了，文清？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得去趟洗手间。文清哥，文清哥！哎呀，你催什么催啊？我肚子不是有点不舒服吗？哎呀，文清哥，楼上有枪声，我担心你。哦，那过去看看吧。怎么回事？那家伙，我俩未同事，我们。